准备伦巴的移动步啊，来，右腿出腿准备点地，脚踝推起来，找到我们的重心垂直于中间，对，两腿中间，然后去撑一下，自己用右脚去撑一下地板，能感觉到有支撑感。OK， 好，准备好 ，two three four one 的时候，把你的支撑放回来，走 one， 放回左腿，好，后背带动，走，出手。Two， 重心跟着移动。Three， four， 右边身体拧转，把左边的后背推出来。One 的时候继续，大腿根部向下拧转。One， 对，重心下移。And a， 手腿律动，走。And a， two， and a， three， and a， 好，注意。到这个位置停顿的时候，我们先去找到自己左腿主力的支撑。找到了支撑以后，将我们左侧的身体向右边推动，右边的身体会有张力扩张。Three, four， 对，推住，重量这个时候没有转移啊，还是支撑在左腿，然后从脚掌、脚跟、脚踝、膝盖，然后到大腿，走。One and a， 收腿，走。Two and a， three and a。右脚支撑，对，先找到这个对抗的力量，对，每个人都去找一下啊，然后从右腿开始出发，boom， OK。